哎，虽然说匆匆来匆匆去匆匆，但是真的很开心，因为其实，对啊，因为其实最近这几年我都习惯不工作的时候人就是在马来西亚，所以其实就觉得在那边自己的状态啊、能量啊什么，一切都就是很爽这样。但是因为最近就是拍戏嘛，因为其实没有拍戏，我就算宣传唱片什么，我都是出国可能几个礼拜或什么我就会回来，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要在外面，就是所以我会非常非常想念你们的，所以希望很快再见，然后我会认真把这部戏拍好，然后让你们看到新的戏剧作品，然后希望真的就是演唱会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一起加油，然后希望你们最好的都会发生，身体健康，然后谢谢，耶，谢谢。爱不爱栋梁？爱。想不想很快见到栋梁？那我们一起来跟栋梁说一声我爱你，好不好？爱你，遇见你吗？来，准备三二一，我爱你。怎么了？来，我们一起来说栋梁我爱你，三二一，栋梁我爱你。谢谢，我也爱你们，然后谢谢媒体朋友，谢谢。对，谢谢大家出席。那当然，待会儿呢，栋梁可以在旁边那边跟你们进行签名的部分。OK， 所以你们待会儿就可以去那边排队啦。记得今天拍的照片或者是 video 呢，记得要 tag 栋梁的 Instagram 或者他的 Facebook， 让他可以看得到。谢谢你们。Instagram 加一下哦 ，Nicholas Teo for real， 还没有加的加一下，加一下。对，这里还很好哦。好，来。身边的朋友不确定的，帮他找一下，找一下，找一下。好，栋梁，我们来拍一张。我期待今天之后多2万人啊、哦！加油，加油。栋梁，我们来拍一个合照好吗？好。来，